The sky turns gray against a fiery display of red and golden hues, like the day I felt for you. So what will you do when the sun begins to fall? I'm waiting here for you. Won't you answer my call? Don't you wanna get cozy with me? 对我来讲，今天的试车体验算是一种相当新的尝试。什么是新的尝试呢？就是两个小时紧急试车，而且还要来赶到台中，因为我下午还有原本的试车行程，所以我中午的高铁要坐回台北。不过我说真的，我一上车五分钟，连我自己心里我都很惊艳，这台车真的有那么好吗？说真的，它就是这么好。先讲外形好了，说真的，我不觉得新的 S-Class 就是 W223 世代它在外形上变得有多漂亮，但是它的确在科技性上它让我惊艳。除了它的车头的样貌，它是采用 MyBus 6 的那种概念，长车头的概念来做设计，还有包括大水箱护罩，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种很气派的感觉。而且呢，它的车头还有多光束的 LED 头灯，所以你在恶劣的气候或是夜晚上，你会觉得辨识度很好。但是车尾，哇，我可以说它车尾的尾灯真的很漂亮，因为它每一个车尾的尾灯呢，就有186个 LED 灯组合，所以你在晚上或是比较昏暗，从停车场出来，你会觉得有一种很魅幻的感觉。那再来就是，你只要拿着它的 keyless 钥匙，你走到六公尺，它的车门把手呢就会先弹出来，那你走近一公尺你才可以解锁。可是它弹出来不是单纯弹出来而已哦，因为你知道国外会结冰，所以它的弹出来的把手是一边先出来，另外一边再出来。所以一些设计上我就已经觉得它感觉很特别。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S450， 而且它是长轴版车型，它的轮圈标配是18寸，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点疗效，所以如果是我觉得起码会选到20寸，因为看起来才霸气。不过这一台车的车身长度轴距当然也超过了3米多，所以整个座舱的开阔度会让我觉得很满意。除了这样以外，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在它的内装的成色，它内装的那种吸睛度我觉得比外观还要来得更具魅力。首先我坐在驾驶座上，你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次世代，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在开一辆太空飞船。尤其哦，就是国外呢，它的中控台萤幕12.8寸，它是额外选配，不过 S450 它是列为标配，就是中间这一个，你会觉得天哪，这真的太刷了。因为你知道它是用 OLED 制成的，而且呢，它的导航它还有鱼骨箭头，就是它会让你觉得看起来更清楚，而且再结合它的环车的摄影机摄影系统，所以那个辨识度精致度你会觉得倍儿棒，真的是倍儿棒。我就是还没有看过用在车载系统上有这么先进的配备，而且它的导航呢图资画得又好。不过我觉得它的黑宾室呢不是特别灵光，就是我跟他讲路线，我通常讲到14块吐血，他还听不太懂。那当然可能我自己要检讨我的发音。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他的仪表呢是 12.3 寸的数位仪表，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好，因为过去就已经有配置，主要是中控台的这个机能让我觉得很惊艳。再来就是他整个座舱的规划，包括出风口的规划，还有包括方向盘，甚至就连天窗，你知道吗？它全部都是用电容式的控制，就是你可以用手指很轻轻的去触控它的这个手感，而且就连座椅的控制，座椅的控制，它的这个按钮呢，它不会搬动，但是一样也是电容式的感觉，但是它会有一点点 feedback 的那种震动，让你感觉，所以整个的设计，整个的科技感，我觉得都很棒，尤其中控台就是开阔。那在影音的部分呢，因为它用的是 Brewmaster 环绕音响，但因为现在在录音，所以我没有办法让大家听实际的临场震撼。那除了这些以外，包括它的就是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连接、 QI 充电，还有它的这个杯架的设计，我觉得都很旧手，就连它的大灯开关是坐在车门内饰板的上面，
那因为长轴版车型，说真的，大部分都是大老板的选择，因为大老板要坐在后座，但是我坐在驾驶座，光这个头枕座椅的这个包覆舒适感，纳帕皮椅就是那个质感的精致度呢，它还是很好，它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只不过有一些配备，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规格上呢不太一样，比如说它的MBUX， 那虽然它的功能性、智能整合的丰富度都很好，可是在包括 pre-safety 防护科技、安全科技上，它把其他对手的这些优点都整合在一起，而且改良。比如说我过去在试驾奥迪 A8 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在路口侦测的时候，如果它发现横向车流很快，你可能会被撞击的时候，它会自己弹八公分，用最强的这个防护力去抵御就是撞击。那你知道新的 S Class 它也可以，而且它是左右边一起整个悬吊弹八公分。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另外再选配的啊。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的首发车型，因为认证的关系，它没有这个配备。不过接下来你就是买车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那除了这些以外，半自动驾驶的辅助它是到 Level 3 的阶段。什么是 Level 3 呢？就是在时速60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双手，就是它会自己去控制。那只不过碍于法规的元素，就法规的关系，就是台湾初期贩售的车型一样没有，可是它也有这个功能，就是譬如说前面有公车挡道，它会自己打方向灯超车，然后或者是它侦测后面的车很快可能会撞到你，它也会打方向灯让道。然后在停车的辅助的部分呢，它是 Level 4 的阶段，就是它已经可以很迅速的自己去找车位，自己倒车，甚至开出停车格，就是你可以看示范的影片。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算是相当的强啊。只不过我要强调，就是台湾因为法规还是停留在 Level 2的阶段，所以呢，很多配备呢它还不会有，只是说它已经有这个功能。那台湾在贩售车型还是要对应实质的配备。在动力的规格上，因为我们试驾的版本呢，它是 S450， 它用的是一具 3.0 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引擎。那你知道因为它还有 48V 的 ISG 系统，那原本呢这一具引擎就是单涡轮再加一个电子涡轮，它有367匹的马力，所以整个动力上，我说真的，这一台车两公吨，但是你不会觉得马力不够，它甚至它的加速感很强。只不过因为我现在在市区啊，我没有办法示范全油门，也没办法弹射起步。那当然买这个豪华车的朋友来讲，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它0到100有 5.1 秒，其实说真的够用啦。不管你是自驾或者司机载着你飙车，你会觉得这样的动力数据都够。但是我要讲的是它的操控品质、行路性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很美妙。那个美妙的感觉就是这一台车呢，它不到700万，哦，600万，但是它的路感跟行路品质，它可以往上跟更高等级的豪华房车 PK， 它已经有那个水准。那在悬吊结构的部分呢，它用的是前四连杆后多连杆，就是以双 A 背结构延伸的四连杆。但是重点来了，这一台车它有气压悬吊。它的气压悬吊每秒可以进行1000次的侦测，这个要干嘛呢？就是除了让你的悬吊阻尼就是维持最好的舒适性，同时可以回馈精确的路感以外，它整个会随着你不同的车速去做调整。比如你在 comfort 的模式下呢，超过160的时候，它又会再降一公分，就是等于借由悬吊行程的缩短来增加你行路时候的贴地性。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四驱系统，就是因为 S450 它是 4MATIC。 那因为对于这样豪华房车，它主要的诉求并不是在于就是激烈超价，
所以它四驱系统呢是维持前轴 45%、后轴 55% 的恒时四驱来做设定。不过因为这样子它也已经能够提供很好的抓地力，但它有一个神兵利器，你知道以这一台长轴版的大房车回转半径不到 5.5 公尺。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主动后轮转向，它的主动后轮转向呢基本上是在时速60的时候做切换，等于时速60以前呢它是反向，就是你在停车的时候它会变得轴距很短，就是至少有缩减2公尺的那一种感觉。那时速60以后呢它就基本上是同向，让你在高速行驶换车道或跑山路的时候保有更敏捷的动态表现。但是因为这样的组合，我们刚才在就是绕锥，因为我是第一个，你知道我还有压到锥筒，因为就是你本能身体本能的会告诉你说，哎，这是一台大房车，所以你在切弯的角度上呢你要怎么拿捏。但是因为它已经有了这个最大转向角度10度的主动后轮转向，所以那个灵活度又超乎我预期，所以一开始我有切压到锥筒，所以你必须要先适应以后你才能够感受这一台车的灵活度。但整体来讲呢，你会发现它的就是行路品质的竞速性很好，而且它座舱的整个舒适感很棒。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因为我们今天并没有太剧烈的做超驾，但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的环境下呢，我觉得它的路感回馈也好，或是在税证的过滤也好，我觉得它都很棒。但重点是灵活性真的超乎你想象，而且你甚至在比较小的这个停车格你还可以用自动停车辅助，它的精准度跟灵敏度来讲，我觉得在同级车里面目前还没有看到对手。